这些宝宝的发型好有个性啊，可是他们都没有表情，这就是这款贴纸的有趣之处啦。我们可以自己给这些宝宝贴表情，看视频的你的表情是开心的、享受的、生气的还是忧伤的，随意发挥，就这样贴贴，不管什么样的心情，贴完都会变好呢，还能释放压力。贴完串起来，不同的表情娃娃，看着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